午四点是不可动摇的下午茶时间。等我把这道弦理论运动方程解开，学校那种地方就不值得我再去了。哎呀，乖儿子，你不想去就不去吧，啊？还需要电线、电报、电线。我是认真的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就乖乖在家里边吧。还差一个电阻丝。老头子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竟然不在乎我去不去上学？难道学生证不是他给的？算了，正好这个东西完成了，拿去学校测试测试。汉堡中的宇宙，真不愧是加德罗斯大人，居然在读这么高深的书。这气又怎么？我在购物车里加了好几个扭蛋，还没来得及买，一夜之间全被人买空了。里面有个角色长得超可爱的，我想抽出来送给祖玛，可惜。同学们，下午茶时间到了，不要哭了，来吃一块笑笑饼干。谢谢。咦，奇怪，怎么有台扭蛋机？它明明没有电，是谁放的？得去查一下。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怎么充扭蛋还要做题啊？160628乘以17008。解题时间已结束，您获得的扭蛋为零。啊！怎么还计时啊？无聊又冷淡的机器，老大。雷德，这是图书馆。想不到他们居然作弊，但就算是顶级的手速也不可能来得及。解题时间已结束，您获得的扭蛋书。我是下一个，可以让我继续解题了吗？我搭载了最先进的人脸识别系统，高三 C 班鬼哭天冲，你已被永久剥夺机器使用权。唉，五分钟内根本不可能解出这些题啊。吵吵闹闹的，让开。第一题回答正确，回答正确，正确，回答正确，正确，回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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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确，回答正确。就这，全是些无聊的数学题，就没有一点新花样。哇，老大太厉害了！不愧是您。根据多维空间理论，我和命定的对手相遇概率为50万1/1，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加德罗斯。不过，他要是能解开最后一题的话，注意注意，这是最后一道压轴题，如果成功解除，将获得机器里的所有扭蛋。哇哦！哼，压轴题。如果学院高中部一个学生不小心穿越到了初中部，那么半年后学院里还剩多少个学生？啊？这什么破题目？机器程序被人修改了，我有出过这道题？切，高中穿越初中嘛，但学生数量并不会出现变化。回答错误，您还有30秒答题时间。同学，你漏算了一个学生。这谁呀？我见过。啊，掌控智慧的少年啊，恭喜你解开了谜题。这个扭蛋机的压轴题算不上什么压轴，其实还有真正的最后一题。你会弯曲空间中的经典弦理论运动方程吗？一直走下去吧。哼，有点意思。啊，掌控智慧的少年啊，恭喜你解开了谜题。苏玛，你不仅拥有一把扭蛋，都拆开来看看吧。莱娜，
我们拿这两个扭蛋去换精迷大人的扭蛋。请你朝着光的方向，鬼狐大人，一直走下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智慧的头脑和友情的力量缺一不可，我看好你哦。